起了一天，因为今天就是也是三四点起床啊，最主要是热气球的时间都是大概这个时间起床，尤其是今天我们就是要去体验坐热气球，所以去的时间会更加无敌早，差不多再多一个十分钟呢，他们就有一个专车来接送我们过去搭热气球。你好你好，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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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哟，你穿 T 恤短裤哦，现在冷到你娘，你看那边有人在等，然后我们酒店门口也是有人在等，基本上这么早就在户外等人哦，一定都是上热气球。哇，佩珊，我也是佩服你耶。诶，brother， 为什么你穿长裤我的？我觉得要隐私啊，这国家需要你长裤一样。耶、yeah, ，我们这一次选的热气球是 Royal Balloon，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 Royal Balloon 的一个小房间。对不起，是小屋子。然后你们不要以为买了热气球就可以飞哦，红色区域就是风害大，不可以飞。果然这种大公司就有准备早餐给你吃，这就是吃自助餐。然后刚刚前面的工作人员就有讲一个事情，他讲这个有可能会发生啊，算是坏消息。因为最主要是现在热气球如果天气不好是不可以飞，主要是因为风速大，然后现在限制的风速是10 km/h， 只要超过这个风速我们就不会飞。然后他刚刚讲，刚刚他们测到的风速是 9.9， 所以很有可能会取消，但是没关系啊，因为其实你懂，他们每一天啊飞的前一天的4点到6点，他们就 email 你讲隔天会飞，是蛮准确的。其实希望等一下不要取消，先吃面包。目前量测的食物呢，除了纽特拉之外应该都好吃，除了纽特拉之外其他都不好吃。讲什么讲错是吧？讲错了，纽特拉其他都好吃、所以我应该直接讲说纽特拉好吃吧。对，有没有 I want your milk on your body。 没有没有，下车了下车了，然后我们看到一群羊，我们就冲下来拍羊啊，超级多羊而且他们都不会离队啊。现在的温度我跟你讲，我觉得有比零顶了，整个就很像在冬天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一区都是热气球的出发点，然后现在真的感觉风也是蛮大的，因为我这就感觉到风哦，所以不懂今天也不可以顺利飞了。我们冷到躲上车，然后刚去 IG 哦，你看哦，会拉上，你看你看多少度，10度，这样冷咩？但我觉得很像冬天啊，就是接近15到20，没到十度，真的很冷，现在十度太夸张。结果我们要下车了，因为他的 pilot 在做 briefing。哦，绿旗了，我们可以飞了，耶！我觉得运气很好了，现在是6点了嘛，然后这个天气算是很差了，太阳都没有出来，幸好这个天气是在今天发生的，因为我是在昨天求婚发生，我会觉得很生气哦。老天对我太好了，我觉得。如果昨天没有热气球飞上来，你还会求婚吗？会的，因为对我来讲，热气球是加分，但日期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哦，大家这个说讲没有啊？因为我们两个要长长久久，我们生的孩子叫长久，可以哦。太长久，难听啊！可以不要太长了，跟我一样也难听。现在他们就是把热气球弄起来，超级无敌大哥！哇，要起来呀，要起来呀！你看那个人哦，在这个热气球前面是西北小哥了，已经开始有热气球开始飞上天空了。看这些人类多冷，都要拍东西，他们的嘴唇都在抖，那相机其实也在抖，很冷。你们不要吓到哦，这个画面好漂亮哦！原来在下面看跟在远远看的感觉会差这么多的。看我手机录了多久？你看。录了多久？大家起来，2分钟。各位，他起来了，耶、各位，我们现在就赶住上这个热气球了。他们很突然，我也不为什么。看起来很恐怖，会倒掉的整个热气球。其实我刚尝到是很怕高啊，所以这个算是我们除了飞机以外坐过最高的东西。OK， 长得高的东西。我怕怕，感觉很高。Can I see your landing position, please? With the two hands. Oh, 原来是下来就做 landing position， 特别的。我们怕高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蹲下来。对，怕高的时候适合用。
Okay, landing position, please. Landing, landing. Slowly, slowly. 安全第一，大家。是真的呀，拍了讲 landing。我就要看，就代表你有可能整个跑快。我觉得我们跳下去可能真的快一点。哇，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Yes, yes. Solid three, solid three. 难怪叫我。刚刚讲耶，这个叫 nice landing 哦。哇，他们很 steady， 你看，全部人是跑得过来。Run！其实我们的配套哦是飞六十分钟，可是刚刚我们飞了八十分钟，我们算赚到了。因为他这找不到地方 landing 的时候，我们赚到了。然后这个 Royal Melon 其实还有三个 package， 有 King、Queen Plus 跟 Queen。因为我们要订 King 啊 ，King 是八个人，可是因为我提早两个月订都满了，所以没办法订那个，所以我订的是十六个人的 Queen Plus， 大概一个人是差不多1400块马币，270欧元左右啦。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有十六个人，其实还有更便宜，更便宜是20个人，可是那个位置可能就比较小了，所以反正就是越贵就越小。但是我觉得这个热气球哦，不管是这一次排了管，它没有飞到特别特别高，它比较多带我们去看那个建筑、看石头，因为我们其实是想要飞高一点，看更多热气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排了的关系啊，应该跟公司没关系吧。如果你们下次想 try 可能飞比较高的热气球哦，你们可以 try butterfly， 因为我们看到 butterfly 都飞很高呀。Yeah,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热气球体验，出事了，因为风突然变很大了，他们感觉要把这个热气球先拆掉。你看那个排了几紧张一下，你懂为什么我们知道出事了吗？因为现在风真的很大，很。你看我们现在是倾斜状态哟，你看你看，我们掉下去咯。哦哦哦，下来哦，下来哦，下来哦，我看我们整个压去，哦哦，终于稳下来了，哦，他妈把它弄下来。Everybody's okay。Good job, Captain！ 跟你讲，我们一颗鸟的前世是有仪式感的，庆功宴啊！庆功我们活着。哇，我们有饮料，有奖杯，但是有一点冷啊，现在。哇，还有巧克力、草莓，嗯，哇，叔叔，你的腿鸡皮疙瘩，来跳舞跳舞，摇摇摇，希望我们可以快颁奖，因为真的很冷。We are the champion， 呜，太阳光，颁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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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the champion，Malaysia， 把这你的鼻水弄出来哟。我有感觉，不累死。现在是早上八点左右，现在我们就回去我们的酒店小睡一下，下午再继续跑我们的卡珀多奇亚的景点，继续看石头。耶、yeah, ！现在下午1点多，我们刚睡了2个小时多，整个人就比较精神一点了。卡珀多奇亚的下午依然是晒着太阳，然后去看石头。刚刚诗恩跟我讲，左边有个传说的头，真的很像，而且它也像皮卡丘。皮卡丘，两个尖尖的角。皮卡皮，我觉得皮卡丘有点太勉强了，传说的比较够力啊。你们对于我们第二天在那边还在看石头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两天太多了，一天还有那种哇，哈哈哈哈，就是。那长台是很开心啊，看的时候，哎，他表情石头棒棒。现在来到这个路口了，这边应该就是博物馆的路口。里面好像是不可以拍东西啊，因为外面有那个相机的标签。其实它里面就很像在博物馆看到的东西啊。OK， 其实它里面人呢抓不严的，他讲讲一下看手机啊，所以我还是可以讲讲拍一下的。你不觉得这个很像那种意大利博物馆吗？那些画全部在上面的，蛮好看的啦。它的下面就有一个洞穴，非常暗，非常橘色。下面这边也是完全没有人管，反正它就是一个地底洞穴啦，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特别。跟我住酒店很像，厕所很像，跟我们厕所很像。其实我要去的景点是叫做 Golden Man Open Air Museum 嘛，这个感觉不是的，应该是进错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这边就是这个 museum 的入口，它基本上就很像那种爬山的步道这样啊，有楼梯啊，然后旁边有石头看。当然，这个博物馆是要买票的，长乐这边买票，等一下就是这边入口。然后我该跟长乐讲有美女，然后他就去排队。你看他，你可以不要。
包。这边的票呢是一个人480，算是这边最贵的票了。哇，这个票一个人要890块哦，就是进去看比较不一样的石头，但是它的石头跟昨天也不一样啦，因为比较尖一点，很像那铲什么的头一样。对，真的，我觉得这个比较贵一点啊，这边石头。虽然说这个门票我感觉是可以接受的，我终于看到它贵的价值了。这一区的石头看起来很阿达很贵，我觉得我的观众也跟你们一样哦，看到我看石头那边玩手机就划掉了。电视机开着，然后那边看手机跟我们一样。对，有啦，其实我慢慢看到它贵的价值啊，因为这一区真的是很漂亮，比起昨天那两个区看石头，这边有比较高级，然后也比较照顾多一点。别安慰自己啦，给了钱就要讲好了呢，这样好吗？不好。你看 brother， 这上面这样美，我花80块竟然剪片了、哦，蛮美啊，各位，真的美没？不美，80块美，哎呦，美哦，哎呀，没有怀孕呢、哦，哎呀，不美我操，百万呢？是哦，我看到你百万也是的。是不是把蓝砸了？你该不是讲不美的吗，表哥？哎呀，给了80块了。来，哇，哎，好看，好看。好、哦，我好喜欢，谢谢你。各位，我们拍了一张，所以扣10块，我们有7张要拍。我还没有拍，喂。你像阿拉伯人，你差一个头巾。其实你们应该好奇，为什么这边的洞穴哦都有门，都有窗口？因为其实它里面呢是古时候他们住的家来的，所以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房间还是房子这样子。对啊，可能这边就是他们的坐子啊，然后有他们一些做东西的地方，所以就是。在土耳其他们都住在这种洞穴里面，你看他们墙壁啊都会有各种洞，这些可能是给他们放东西用还是怎样用、啊、像这个地方也蛮像那种厨房区还是厕所区的，但是看起来应该不是厕所啊，因为不会在室内。这些就是他们以前住的房子，这一边一定是古时土耳其有钱人的家，这么大间的。你们看这个人膝盖跟脚趾应该是受很大的伤，请大家好好走路、哦、我家应该是脚插到石头。而且现在上二楼看这些旧时候有钱人的家了，这个就是他们的很大间的家。长乐常乐，来你家做个开拍啊，介绍一下你的贵宾。这个是我沙发这边。OK， 然后还有什么？是我佣人两个。我打算这边会摆一些 MacBook， 来这还没有到，然后那一栋我会放戒指，就是去那种泰国啊捡那种不见人的戒指。什么你的？的我跟曹老觉得这个洞穴很棒，因为外面很晒。Hello， 台中。OK， 你是哪里人？没事人啊？没事人。哦，这么巧的。师傅从马来西亚跟到我来这边。对，我就有跟到这边。看到你的求婚 video 才知道。哦。假的。我跟他结婚才对。三二，谢谢。Thank you。Enjoy。去做 action。我们家庭闹剧。爸爸，你这样故意把这一集凑得很满。爸爸。我今天都不喜欢，我今天。我今天在洞穴老拍啊，我要体验古时土耳其的生活。是，我现在来解释一下洞穴的由来。哎，不是讲要演什么？哦，演家庭剧啊，你们演吗？我拍好了。哇，忘记。哇，忘记。南一进来。现在我们去第3层楼。哦，这个楼梯。哎，佩珊，你不用蹲下来了，你刚刚好了。哇，是不是很高哦？哇，我会撞头。有点很恐，这样矮罢了。哇，这个石头有那种 aircon 的感觉哦，各位。真的。超舒服的。它这边有一个洞通风哎，应该是让空气流通了。你们懂那三个东西很像什么吗？中间一个神，两个神，三个神，神庙的台。嗯。啊。没人理我。这头没拍到，太可惜了。所以啊，走路不要玩手机。哪里啊？对啊，走路玩手机。呼呼，大嫂，呼呼完，再呼呼。强乐，你要拍照哦，苏珊认真了。这个是我拍，帮我拍，谢谢你帮我拍，我要花80块。你要那个多点还是那个多点？那个比较好看呢，因为那个设备哦太靠近了，那背景呀。讲什么？什么？听你的。免费摄影师。有没有哦？哎呦，可是这么苏珊比较好看这样。它好看吗？你对我哟。你对我现在很紧张，因为呢我们的求婚影片已经剪好了，就是我们 CIP 团队呢，我们9月9号求婚就昨天，然后今天他们就把影片剪出来，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贴心跟非常的拼命，因为他们就那时候就讲哦，哎，我求婚在9月9号，但是可以当天 post， 可是当天 post 也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改到隔一天的，就是今天的礼拜天，现在就 post 影片哦。大家如果还没有看我们求婚影片的，请可以回去看，因为你们看到这集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距离这个求婚影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布了影片，吃午餐，
开动！大嫂，小心台阶。大哥呢？你去死吧！这个司机很贴心，他给我四个照片，就打我们去的地方，我要去拍那个 love shot， 因为最重要是这个地方。那如果你们未来有接来土耳其的卡帕托奇亚的话，如果你们想要一个私人的司机带你们去各种景点，我觉得你们可以找这个司机啊，因为我是在小红书看到他了，也是有别人推荐我才找到他，所以我会把他 WhatsApp 放在 description 那边，你们未来可以去找他做这个行程规划，因为他懂蛮多行程。打广告啊？你叫什么时候的你？是我想要的，可以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次卡帕多奇亚的最后一个石头区了。哦耶！开心吗？最后一个石头区了。哎，最后一个来这么震撼的，你们开心吗？很高，很高。这个我觉得算震撼的嘞。怎么，我的未婚妻感觉不开心啊？开心。我们就来到这个乌基萨的卡舍，这边一个人的门票是120里拉，我觉得还算是很便宜的。Nice to meet you, my friend. Merhaba 是你好的意思。你们觉得我走错路吗？怎么前面就像store房了？有点怪啊，那个位置。走，这个很像那种哈利波特电影出现的场景。哎，这个石头里面很凉嘞，完全是没有热的。我们的目标是要爬到上面去，没有错。不懂我们要多久才可以爬上去？应该蛮高的。哎。其实也没有很难啊，楼梯在那边，不好意思爬梯。这你们看到黑色门了，你们走过来，这边有一个洞口进去，我们的爱心洞口就在里面了、啊，各位。我们找到了，就是要站在里面那个位置，你看上去就会有一个爱你的形状，爱你的。就这么等你，哎，你要唱歌？我刚刚不是我唱了走这么快的吗？今天是要在上面拍照了。是耶。拍照，看那个死宅包长乐跑这样快，就为了拍照。爱心，爱心，给我们爱心。耶、yeah, ，我们新的一对新人。来，新郎，新郎先跳下来。One, two, three。哎，有哎，脸看我跑，脸看着我跑，一二三 go。哇，超好看的，哇，好看。拍完那个重点爱心，我们就准备要登顶啊，因为我觉得除了爱心跟这个登顶之外，这个地方应该没有什么其他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爬呀爬呀，土耳其楼梯，爬呀爬呀，看到土耳其国旗，我们要登顶啦。差一点点，各位观众，我们登顶了。然后上面天很蓝，然后上面太阳也很大，风也很大，反正整个就超爽啊。因为虽然太阳大，可是它风真是又冷又大。哇！哇！差点爆开哦！哇！哇！这照片好亮。拍完我们的国旗，我们就要下山了。对不起大家，原来还有一个石头要看。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个石头，也是这个区的这个石头。Thank you。长乐，你很有礼貌。礼貌就有极致。来了吧？哎，随马路，随马路，坐上高、啊。我这马路高哦。我们来看的就是这个叫做三美人 Dream Beauty。其实他们是三家人，爸爸妈妈孩子 Family。哦，真的假的？对啊对啊，刚刚那个司机讲了。有点冷嘞。真的嘞 ，Family。你是爸爸。他是爸爸。爸爸是高二啦。他是爸爸，你是妈妈。鸡大哥要帮他拍照，如何如何？哇塞 ，as my brother 来的，哎、欸，好一片呢！哇，跟你们讲啊，很难找到 Destiny Drummer 还可以给你拍东西了，真的，而且他很好玩，很好笑。他们很 sweet 是什么一回事 ？Bro， can you speak one more time？ British people is very like the Asian people. You really? Yes. Oh, we thought they want to cheat or what? We scared. Every country. Oh, 原来我们突然来到这个拍山色的地方，因为多一下就会有日落，然后他就介绍我们这个地方走下去这边，等一下日落就在这边发生了。这边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山哦，有粉色、黄色、白色三个颜色，所以搭配那个山色应该蛮好看的。因为现在时间还早，所以我们就来他隔壁的咖啡。司机讲他的咖啡是蛮著名小吃，也不错，我们就埋在这边等多一个45分钟才有山色。我点了一杯 White Ice Mocha， 蛮特别的，竟然有白摩卡。哎，我们找到一个很漂亮的位置了。常常就讲，快点抢，快点抢！不要想抢啊，那个，我们去打抢啊。没有，可以移桌子的。很少遇到有司机啊，会主动来拍东西。你看他超厉害。今天天气好，感觉真的有机会看到日落了。其实这个外摩卡没什么特别的，它就是有点甜的摩卡。你们研究这个门研究到怎样啊？很难的。看过那了，看过那了吗？唰。还什么？我不懂，这我听不懂，我看不懂。耳机那个啊？哦，看不懂，看不懂。咱俩看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的。哇，
IG 小王子不要掉下山了、啊。刚刚我们看到是那个美女蒋佩珊漂亮啊，我们该揪她一起拍照，因为真的很漂亮。她应该是潜力股哦，书生，长大应该是美女。我跟她拍是因为她蒋佩珊漂亮，我给她。Wait a minute. Okay, can. Okay. You go work. 我要等你下班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讲非常漂亮。Malaysia. Malaysia. No Malaysia. Oh, you know Singapore. Yes. Besides Singapore. I think you are Japanese. No. Konnichiwa, we are from Malaysia. How old are you? 12. 12. Oh my God. Hi.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too? 12岁哦。Thank you. 我们达成目标，跟土耳其美女拍照。我很怕你啊。感觉姐姐比较内向一点，姐姐就是 what the 都要找我们拍照。跟你们讲，为什么我这样喘？因为刚刚我走去很远，在长跑拍照，就是走路，没这个好啊，最厉害的。就在那里，刚刚我们看很远的地方，我觉得站边应该是很漂亮，结果我走很久走下去就很喘，而且很危险。我刚刚爬上下面了，是用手用脚一起。哇哇，这个是我想要的照片，而且我穿的衣服很适合。刚刚其实我是走到那边，所以很下面的小哥很好看。这个夕阳真的漂亮。然后你们看到我后面这个景吗？其实我觉得土耳其哦，算是我冰岛过看到第二个很漂亮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山景啊，真的是很特别。应该讲其他国家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地方。现在我们来我们晚餐的地方，整个这个卡帕多奇亚的这个餐厅呢，唯一一家我有定位了。因为听讲这个卧印要等很久，因为它的餐厅也不大，然后它也算是一个性价比很高很高的网红餐厅。我们现在就来验证到底是不是性价比很高，就是这一家 Top Deck Cafe Restaurant。 其实它就是洞穴餐厅啊，而且它里面的位置其实没有很多，所以要定位卧印的话等很久。这个就是它的整个餐厅啊，其实讲真的啦，跟我们住的地方蛮像的，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太好，所以其实跟餐厅差不多。哎呀，所以我们暂时先坐这个桌子啊，好，将就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最想坐位置是这个店最少的，就是坐在地毯上，那种土耳其人这种些感觉。然后他该就很好啊，他讲我们如果等一下有空位，就让我们换过去。所以我们就先 order 了，因为听讲这个食物啊会等很久。很多人讲他们性价比高，主要是因为他食物其实没到很贵，但是食物选择其实也蛮少的，很便宜。我觉得比起我们之前吃的餐厅，这个算很便宜。那个。Grape juice 啊，你觉得 Grape juice 50里拉，平时都是100啊。随便叫，随便叫。我跟常乐都不知道为什么土耳其的餐厅哦，他们的就是这样拿，都很难拿的。对，这60块了，跟刚才那个可以比。哇，这个很大杯，而且是 fresh， 在土耳其60元可以喝到橙汁，算是很便宜啊。没有，刚刚我们喝75啊。这个60比刚刚75啊。我来不及拍这个 starter 春卷，长乐跟书生就拿来吃掉了。到底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呢？它香料很香，香料真的是好吃啊！你讲我一定会喜欢的。如果不喜欢呢？有大口点。嗯，肉羹很好吃啊。那找海喽。只要有一碗一点啊。性价比是高的，很高。我的60块喝完了。哎，反正是我给钱哦，这样子。算你给钱的餐。那。啊，看你们的这个鸡饭很感动哎，因为真的很像美食的食物。美食家长乐，请问这边的鸡饭好不好吃呢？一个表情哦，3、2、1，咚咚咚咚，他眼睛今天是真的很大。那你不用讲了，大家知道好不好吃啊？还有点像药材鸡，书生讲香料会很重。香料很重，哇，肉很好吃，肉好吃，哎，肉是嫩的，那像药材鸡，咖喱羊肉来了，各位，这是咖喱羊肉。哇，你们一定不喜欢这个羊肉烧，我都闻到了。这个羊肉其实看起来很像咖喱羊肉，也像牛肉其实。哇，你做完了全部东西回马来西亚，才发现到土耳其其实他们 lamb 是牛。不可能啊，不要吓我嘞。他们 lamb 是他们土耳其。不可能啊。lamb 牛肉。lamb 其实有人讲他们家羊肉啊是入口即化的，我不以为这样夸张。有可能哦，它的肉是很嫩哦。我觉得今天这个餐厅只有我踩雷了。我真喜欢吃羊肉哦，它羊味啊，太。烧的吗？哇，烧就算了，太你就是你嘴巴上过残留那个味道都还在。会有太烧，我人生中没有吃过几个这样烧的羊。刚烧吧？谁啊？刚烧。各位记得啊，来这个餐厅千万不要点羊。没有啊，有些人喜欢羊烧味。没有，烧了不可以哦。有些人喜欢烧了不可以的，像这个最少烧。这个最少烧99年了，我跟你讲。这个叫什么烧羊吗？焖烧，跟那个水一样。他们跟我讲来土耳其要吃这个 rice pudding， 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米这个东西。好的，就是你吃啊。我最爱吃甜品了呢。吃哦，甜品大王。哎，水吧水，大口一点啦。甜品大王可以吧？吃不出味道，舌头坏了。几块？好是吧？很像个糖果味道，我自己都懂了。
是不是很奇怪？太甜了，它是那种甜味吧？它这个甜哦，是死甜的，正好我们这一碗嘛。所以我们就总共四个人吃了1400多里啦，我觉得价格算合理，因为它算是一个体验型的餐厅啊。但是你们不要 expect 它是温暖上，我觉得它是温暖上过去，因为讲真的，土耳其餐对我们来讲到什么 level 都是那个 level， 因为我们对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爱的。但是如果你要讲好吃体验，的确是可以来这边 try 看一下。现在我们就走路回家啦，基本上今天的行程都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明天见啦。因为明天我们也会去拍照啊，去一些比较特别的体验，而且明天也要很早起，所以今天早点睡。Good night.